真係好啦，心即係有幾咁激動咧呢場。咁啊，養馬都好多年，同阿 John Moore 合作咗都30多年啦。咁啊，佢退休在職，能夠新力寶贏翻場馬，都大家都好開心啦，好頭好尾。係，咁啊，最初嗰陣時你都好早已經支持佢喎，咁啊講下呢啲。哇！我好多年喺阿 John Moore 買房喺我做咗馬主，第二隻馬就開始擺喺 John Moore 同埋1986、87嗰個季度開始到今日，咁啊都啲馬全部都係交俾阿 John 訓練，咁啊都大致上嘅成績都係可以嘅，即係大部分馬都可以咁講有頭馬，亦都佢練馬都好有心得啦，當然咁多年咁多經驗，咁啊都大家都合作無間啦，好信任大家。有咩最難忘嘅經歷咧？咁當然最難忘都係1995年我大哥隻馬有性格啦，佢當年第一次馬主又養到隻咁靚嘅馬，咁啊贏到打比，又贏到好多其他大賽，咁好開心啦。咁啊，阿大摩就翻返去澳洲啦，你會唔會話繼續支持佢喺譬如話喺澳洲嗰邊養下馬？喺John Moore 舊年同我養嗰只練嗰只新力必，可惜只腳跟有事。咁後期都John Moore 建議只馬拎翻去澳洲再養，再接受訓練。咁啱啱剛剛佢都講話只馬嘅橡筋係好翻好多。咁嚟緊希望可以投入操練啦，可以喺澳洲繼續出賽啦。Okay, 好，多謝曬你。好嘅，多謝。